他的手指头是我让人给砍的，玩心眼儿玩的老子掏上来了，找死！光哥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要不是看在你我多年在一起的情分上，我真想把你勒死。你说说看，我哪点对不起你？你是不是想像那两个王八蛋一样背叛我？光哥，我真的不想背叛你，我只是看着他可怜，我想帮他一把。我看你的心地还挺善良的嘛，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得很呐，你怎么不多去帮一把？你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？起来，就给老子弄点吃的去。爱子，你在哪儿？抓紧点儿，我先准备着。嗯，你得手，马上打电话告诉我。什么？啊，我没告诉他。这娘们儿怕是靠不住。好，办完事儿就打电话给我。好。好吃啊，好吃好吃。哎，老吴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？到柳桥查报站去了。啊，哦，兄弟省市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嗯，还没有。要保持和他们联系。知道了。特别是靠近国境的地方。嗯。哎，那个姓蔡的女人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哦，我们找过他，邻居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，我们正在调查呢。啊，队长，老吴的电话。哦，好。喂，喂，啊，队长吗？我是老吴啊，我们几个正在柳桥查报站，刚刚抓到两个人呢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今天下午5点多钟呀，有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轿车准备通过查报站开往无锡方向，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啊，发现车上这两个人形迹可疑，就让他们下车接受检查，谁知这俩家伙下车就跑，没跑出多远啊就被抓住了。对，抓住了。从他们身上搜出匕首2把，尼龙绳4根，安眠药60颗和一瓶雪碧。啊，他们交代劫车的目的了吗？经过初审呢，他们初步交代了劫车犯罪的未遂事实。啊，这样吧，老吴啊，你把他们先带回来，对，今天晚上突击审讯，搞清他们劫车的目的，对，看看跟前面的案子啊有没有什么关系。人马上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局里见。哎，队长，这两个劫车的会不会和前面的罪犯是一伙的？现在很难说。小杨，今天晚上加个夜班，我们突击夜审。喂，是我。光哥，出事儿了。什么？我跟他们约好的，在桥头正前小树林见面。可是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我上了公路，还是没有见到他们。后来听过路的人说，柳桥查报站抓了两个劫车的。等我赶到一看，正赶上雷子往车上压他们呢。什么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反复跟他们说了，让他们从小道上走，可这两个傻瓜真他妈混蛋。你先别忙着骂他们俩混蛋，你走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你说说看，我养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？一件件的事儿都让你们搞砸了，怎么办？
哎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从现在起你就别回公司了，找个地方猫起来再说，有什么事情我会打电话找你。哎，我找蔡小姐。姓名？刚才在那边不是说过了吗？现在再问你一遍。他叫王小毛，我叫朱万春。年龄？他25，我21。什么地方人呢？安徽广德。知道你们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吗？知道。嗯。知道就好。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，才能争取宽大处理。会杀头吗？你说呢？这就要看你们老实不老实了。你们不是已经承认准备劫车了吗？怎么，在事实面前还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交代了能从轻处理吗？什么？你还准备讨价还价？我问你们，劫的车准备干什么？当然是卖掉。卖给谁呀？卖给？怎么，这个问题还要赖吗？我们不认识他。哼，笑话，都谈到买卖问题了，还会不认识？我们真的不认识他。你们听着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，你们在广德是犯有前科的，何去何从就看你们自己了。我们交代，我们都向政府交代，这个人叫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是在一个收购站和他认识的。什么收购站？门西收购站。当时我们是在城南的一处工地上干活，平时常顺点工地上的东西到收购站去卖。有一次我们去卖东西的时候碰到了他，他说以后有东西可以直接卖给他。你们怎么见面？每一次都在前一次约好的地点交货，后来我们犯事了，从工地跑出来走投无路，我们就去找他，求他帮帮我们。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旧仓库里，让我们先躲躲，他给了我们一些钱，还答应帮我们找事儿做。今天上午他突然来找我们，说让我们帮个忙，劫辆出租车，事成以后给我们10000块钱。当时我们有点怕，没同意。他说我们要是不同意就把我们交给公安局，后来我们就答应了。我们约好了把车借到桥头镇前的小树林子里，他还提醒我们要从小路岔过去，可我们不熟悉路，只好从大路走了。我们不知道大路上还有查报站。你们真的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？我们真的不知道
只听他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说自己是矮子。你们能回忆出他的长相吗？能，能。把他们先带下去，让他们好好回忆一下罪犯的长相。请技术科的同志画一张模拟像。是。走。哎呀，你们两位今天晚上又不能回去了。哟，队长先生啊，我本来没打算回去。好了，别少贫嘴了，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材料，明天一早我们带着模拟像兵分两路。嗯，老吴啊，你去扣卡处查一下电脑，看看有没有这个人。好的。小芳啊，嗯，你跟小杨说一声，让他到收购站去了解一下，看看他们认不认识这个矮子。好。哎，队长，你说这次这个案子和上次那个案子，先查了再下定论。如果说有关系的话，那就是离结案不远了。快点。你一个劲儿催我回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嘘，小声点。看来矮子暴露了，警察已经盯上我了。那你赶快想办法呀！我这不是急呼你回来，就是给你想办法的吗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上次你带来那个小白脸，叫李强的，真是飞燕出租公司的吗？是的。你马上把他给我找来。干嘛？干嘛？我想，我让他给我搞辆车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可不能干。这事儿你必须干，你要是不干，我们就都完蛋。光哥，你就放了我吧，你们的事儿没有我的份儿，我不想搅进去。你不想搅进去？你他妈早就搅进去了。胖熊他们是谁藏起来的？就这一条你就可以定一个窝藏罪。你和矮子到小王庄去干什么去了？给他们送吃的去了。送吃的去了？你知道吃的里边有什么东西吗？有什么？我那是让你去打发他们俩上西天去的。你说说看，我这儿的事儿哪一样没有你？我要是被抓进去了，你能没事吗？可是我已经没什么可是了，我们在这儿是待不下去了。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搞到车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，过了国境线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们手里的钱够我们过一辈子的。我们真能在那定居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那好吧，可李强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心疼那个小白脸？过去的事儿你还当真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再说了，我们一走他不就没事了吗？只要他帮我搞辆车，过去他欠我的钱就一笔勾销了。那好，我就去找他。慢着。嗯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就在这儿给他打电话。好吧。
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？有朋友呼我一急事儿。哎，是不是又去打牌啊？妈，瞧您说哪儿去了，我都这份上了还打什么牌嘛。我走了啊，有急事儿啊。哎，你呀还没吃饭呢。我不吃了，早点回来啊。进来吧。三姐，哎，光哥呢？你急什么？你们这些男人真没劲，心里只想着自己的事情。你看，蔡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怎么忘得了你呢？你就是嘴上说的好听，快把外衣脱了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我来吗？来吧。这个，白头，动手吧！啊，哎，光哥，怎么样？再等会儿。蔡姐，你们说是什么？把他们给我带出去！走！他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滚进去！走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我的女人，你也敢睡？真是胆大包天了！谈谈吧，是公了还是私了啊？强奸罪该判什么刑？要我告诉你吗？等会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呦，走了！走！放开手，坐吧。坐下，坐下。谢谢光哥，谢谢光哥。认识这个吗？认识，这是我借钱的条子。啊，可是这……你觉得十分奇怪是不是啊？给老王打的借条，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呢？告诉你，那个赌钱的场子就是我开的。王哥，我实在是一时弄不到那么多钱呢。松开他。哦，为了这个钱，你们敢合伙的骗我？有本事，有胆子，就冲这点儿，这钱我可以不跟你要了。谢谢王哥。谢谢光哥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光哥，您说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一定照办。哎，用不着你上刀山下火海，你不是在出租汽车公司吗？我只要你帮我搞一辆车。您是说，光哥，这你不是连刀山火海都不怕吗？搞一辆车小事儿一件呐。光哥，我有难处啊。你太敢动手，我宰了你。你给我闭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搅进去的。一到手
你所欠我的钱不但一笔勾销，卖车的钱你我各拿一半，怎么样？听说你那个总经理还处处给你穿小鞋，这要是换了我，我早就对他不客气了。再说了，姓肖的为什么这样对待你？不就是因为他有钱有权吗？你我里应外合，搞他一下子，一来为你出口气，二来吧，也好在钱上面解你燃眉之急呀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绝对的安全。西南边的买主我早就找好了。偷车是不可能的呀，只能劫车呀，你不伤害驾驶员吧？老子只求财不杀人。我能回去再想想吗？你还要想什么呢？你要是不干，今天这个门你是很难出去的。就是我们不打死你，公安局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人证物证俱全的强奸犯的。干的话可能有风险，可是成功以后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两箱啤酒我看还是答应干嘛是理智的。我答应，可是你们得容我准备一下。好，明天下午我还在这儿等你。要是你不愿干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这儿有今天晚上的录音录像，有关部门可以拿去做做参考。另外我们的这份债务嘛，也可以找个地方算算清啊。来人。来了。把衣服给他。那送送李先生。哎，走。慢着，听说你母亲挺不错的，有空我会去拜访拜访她，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。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没事儿，骑车摔了一跤。我看看。真是骑车摔的？妈，这回是真的。哎呀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，骑车怎么还这么不当心呢？还疼不？这地方。妈，没事儿。哎，妈。你就别为我操心了，真的没事的，过两天就好了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啊，妈，我不饿，您早点休息吧，我进屋了。那你就睡吧。哎。
李湘，怎么了？像是刚从老山前线下来一样。昨天晚上骑车还摔的。怕不是摔的吧？是喝酒喝的吧？现在哪有人请我喝酒啊？是我骑车不小心摔的。以后啊，晚上骑车小心点儿。要是真的摔到什么地方，不是把你妈给害了吗？是啊是啊。怎么，要回电话吗？不用不用。现在啊，这些人真是不得了。昨天又发生了一起劫持出租车的案子，两个劫匪当场抓获，又是外地跑来的农民。广播里说了，是一个外号叫矮子的人指使他们干的。还说呀，和我们公司老汤的案子有关，是团伙作案。抓到了，都是要那杀头的货。没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有点头晕，有点头晕。哦，哎，李湘，你忙着，我走了。喂，我是高明啊。什么？本市没有？都查了吗？电脑里也没有啊？好，行行，哎，好，再见。队长，那片的几个收购站我们全跑过了，都说认识他，可是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都叫他矮子。来喝口水吧。具体谈谈吧。乖乖，真解渴。收购站的人是怎么说的？收购站的人说他不定期的到他们这儿来，有的时候去买货，有的时候去卖货，跟收购站的人也不多话，办完事儿就走了，生意上都是现金交易，不开发票。啊，他们没说是哪儿的人？他们说好像是外地人，听口音好像是苏南一带的。这人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知道吗？他每次来都是乘小船过来的，他们说好像是跑船的，但又不像。后来我找了一些船民问了一下，都说不认识。看来他用的船都是外地来的，我让他们几个继续搜查水上的船只去了。这家伙到底是哪儿的人呢？扣卡处也没有他的材料。队长，你是说是外地流窜作案？像，但又不像。要是流窜作案的话，他不可能在本地活动这么长时间才下手。根据那两个劫车犯的供词来看，这两个人在本市是有据点的，可暂住户口里又没有他的资料，
看来只有一个可能，他不是本地人，但在本地有据点，而这个据点就靠近护城河边。小雅，你们沿河再搜查一下。是。这个人好像很眼熟。你通知老吴，让他通过电脑网查一下外地的资料，看看有没有这个人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沿河重点查一下一些贸易公司。啊！哎，我说你上班时间老躲在厕所里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！躲在厕所里，我现在是清洁工，厕所是我的工作地，我不在这儿，我能在哪儿？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有情绪了是吧？你有情绪我知道，可这儿不是思考问题的地方。我的工作做完了，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没听说过有人把厕所当休息室的。嗯，哎，李强，你要回电话？来来来，请请请。我说老刘啊，这人吓人又吓死人的。啊，好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李强，嗯，我看你最近精神不大对啊，到底怎么了？哎，只要你好好工作，处分总会撤销的嘛。啊，好好好。啊。喂，我就是啊。什么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马上派人过来。对，胖熊他们被南都市警方抓获了，你们两个准备一下，马上出发把他们押回来。路上要快，要注意安全。别烦我。喂，什么？公安局到公司来找矮子了？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？他们是拿着矮子的画像来的，问我认不认识，我说不认识。他们问你在不在，我对他们说你去东北寄木头去了，他们就转身走了。哦，矮子吗？是我。雷子已经到公司去找过你了，暂时被我们挡走了，看来要出事儿，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。李强这小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啊？看来这小子要花边，你和光头带几个人到他家去啊，给他直接打电话，让他知道你们和他老娘在一块儿，记住千万不要惊动他妈。哎，看来这儿待不住了，你告诉他吧，我们改在江边一号码头见面。好，快收拾行李，我们换个地方等李强啊！快，干嘛？
如果他报了警，我们还待在这儿，不是等死吗？喂，什么？哦，他不在啊。什么？他家里出事了。哦，你是他邻居啊？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找找，你稍等一会儿啊。李强，李强，啊，老刘啊，你找李强啊？他在值班室睡觉呢。哦，好。我说你呀，你这上班时间又睡觉。哎，你们家邻居打电话来，说你们家出事了，快去接电话去吧。喂，哪位？嗯，李强吗？我是矮子，跟光哥在一起的。哼，我们现在正在你家里，陪着你老娘一道喝茶呢。没事儿，他很好。你就放心吧。你要不要我让他跟你说两句？你就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哎，小子，光哥在江边一号码头还等着你呢，听见没有？怎么，家里出事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妈身体上有点不舒服，想上医院看看。
相信石头也会给我回应。温柔的黎明，温柔。